你现在有时间去把这个灯挂了呀？这个灯放了几天了？你去换吧。你去，给你一点教训，下一次就记住了。你去换吧。你去，还有几个违章哦，你要去处理喽。我的爱心早餐，九娘蛋，哇，米还要粉，吃了。红薯。今天不是清淡的。啊，我天天都不怎么开车，天天这个车都是给你开了。几次？你这个半个月啊，加上你初一就把这个车灯撞掉了，你这应该是第四次。我就两个违章。你这又多了一个，什么车？就这几天多了一个。不可能吧？我看看，哪里？这里一个，这里两个，你看这两个就差3天。是吗？一个11号，一个是2月14，你说两个，前面还一个，三个。这个不是那个年前的吗？那也是一次啊，违停啊。哦，这里停的也是违停，哦，加上你这个车灯这个钱，我一天撞的还不跟你交罚款的。太不应该了。以后开车小心一点。我也想小心，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经意间就违反这个交通规则了。所以你从来没有去处理过啊，以前的违章都是我去处理的哦，呀。好的，6块钱。6块钱。我这几个违章应该都是，走亲戚回娘家的吧？是拜年的时候，还有开车不能穿高跟鞋。没有穿，每次都换了。真的，我身上有一双那个平底鞋。现在是要扣我几分？没有扣分，扣记几零分？分，记零分。记0分，就是要罚150，对不对？总共是3次，先就把这个车灯换了。今天不能处理违章，好不好？今天是不上班吧？是不是？先就把车灯换了再说。等我把这个红薯吃了，我就去吧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都怕了你了。哪里是我运气不好，好不好？都是你自己不小心造成的，好不好？不要，这个跟运气没关系，你还记得你大年初一叫我什么？跟那个没有一点毛关系。你叫我虎牛了，所以我运气就不好了。以刚好后，今年是虎年，还是别开车了吧，走路，我都怕。看看这个驾照满了多少年了？看一下，有效期2017年4月17号，那不是也快啊？可以换是证二了零呀？二三年4月17号，那可以换证有了，效期多少年了？6年了，可以了。驾照前90天就可以换了，你这个已经可以去换了，可以。那你刚才叫我不要开车嘞？我不敢开车我是了，说以后啊，没说现在啊。随便封一下嘛。现在去把这个灯换一下。上次买的时候选了这个到店安装，19块钱手工费。今天我们这里好冷啊，最低温度才4度。看看质量怎么样。我用了，你知道。现在装好了，把那个灯剪开一点。